好，10:50，我现在开启 GoPro Hero 8的低光模式。那低光模式它会降低它的 frame 的数量，然后获取比较好的曝光。好，现在是夜间，夜间以前 GoPro 的夜间很糟糕嘛，就是夜间抖动啊，各方面都会比较明显。那我现在把低光打开了。那我现在做一个尝试，是低光打开，再把超级防守阵也打开。